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蜡笔小新，今天我们要去抢车子，看一下车车出现在这附近呢。来，我们要抢车子的话，是不是要找代步工具啊？哦，看到这台了，就是你，给我下来！喂，哎，哦，哦，差点撞到我。哦，地图显示在这附近哦，不晓得会在哪里哦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呼呼。哎，出现在左边呢、啊，左边有那个像讯号一样的东西。哦，看起来像是这台车。先生，先生，车子让开。哦哦哦，什么鬼啊？下车啦！你的车是我的。哦哦，这台师傅价值22000。哦，再来要把这个车子卖掉，把它开到指定的车库上面。糟糕了，被警察通缉了！趁这个警察叔叔没有找到我之前，赶快送到车。看我帅气的开车技术，完全不会撞到。哦吼，逆向行驶。哦，糟糕，被警察叔叔扫到了，赶快走。哦吼，哦哦哦哦哦，警察来了，警察来了。哦，警察撞我。糟糕糟糕糟糕，哦。快快快快快。哦，我先把车子藏在这里好了，这样子警察叔叔就找不到我了。哦，我怎么感觉我的屁股好凉哦？糟糕，车子撞坏，扣钱钱了。哦，到了到了到了，宝箱在这里哟、哦。看到车库了，把车子放进去。嘿嘿，完全了，获得22000。是不是很简单呢、啊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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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哎，这里有台帅气的跑车，你下台。看一下是什么车子，哦，兰博基尼的，看起来很厉害哦。嗯哼，我们把它开回家。哦，马上被通缉。哦，超帅的，梦寐以求的超跑。我怎么一开始就撞到人了呢？嘿嘿嘿，哦，四星通气，哦，性能十足，跑超快的啦！别小看我，我开车技术一流的。很凶狠哦！哇，撞到东西！哦，
车子坏了。闪过警察的雷达，哦，全程通气啊！慢慢的撸过去好了。嘿嘿，躲起来，你找不到哦！啊，被扫到了！来跑山路，跑山路 ，Go go go！哦，警察怎么开的？嘿嘿，抓不到，抓不到！哦哦哦哦，车头毁了啦！飞越比佛利。哦，特种部队都来了，撞撞！喂，呼呼，哦，直升机过来撞我！哇，飞了！哦，我的车门掉了。哦吼！我怎么又撞到？糟糕！糟糕糟糕！警察下车了，快走快走！哦，小孩玩大车，嘿嘿，安全降落。嘿嘿，哦，挡住了！附近有个旅馆，先找地方躲起来好了。我中弹！这个地方好诡异哦，为什么这个电视出现这个毛毛的东西呢？这是什么？我的头怎么不见了？